这张真火粉就是在小波汕头巷那边一间房间，差不多好像一间房间里面拍的。他那时候就是光线就在上面进来啊，变成就是很暗啊。那么拍就是有一些难度，因为它很暗。那时候就菲林就是用那个 ASA 125光圈3.5啊，放到啊，那个快门是60分之1秒，因为很暗啊。它上面那个火粉已经有弄好几片放在上面，那么它上面不会动嘛，啊，它上面不会动。那么这个做工那个人他起那个火粉就动，那么变成这张照片，它就有一些动感，啊，而且它那个烟雾也是蛮漂亮啊。